刚好还有两个蛋，喂给他们吃。找一下我的雷龙蛋，没有啊，放哪儿去了？先烤上肉。一号恐龙宿舍还有几个柜子，会不会放在那里？果然在这儿。我们又遇见了一条脊背龙，这也是个不怕死的，竟敢主动攻击我的南方巨兽，轻松搞定。好了，再把南方巨兽带走，我们就可以去寻找切蛋龙了。我发现了两个蛋，是害鸟蛋，今天的运气还不错，正好我比较需要蛋类。害鸟在追我，它追不上我们，除非它能飞起来。哇，我又发现了个好东西，这两只梁龙生了个蛋，在它们的身体下面。我要想办法趁它们不注意把这个蛋给偷了，要从它们的身后靠近。加速跑，凌风跟上我，拿到了，快快走。好了，现在我有了四个蛋，两个害鸟蛋，一个雷龙蛋，一个梁龙蛋。我终于找到了一只切蛋龙，它很悠闲地在林间散步，不过要想驯服它，还得先把旁边的威胁清除，就是这只害鸟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打晕这只切蛋龙，如果那只害鸟在的话，它肯定会将这只切蛋龙给吃掉的。害鸟死了，现在我就可以安心地来驯服这只……啊，这就死了。唉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只，算了，只能一边往回走一边继续找了。快到家了，我竟然发现了两只切蛋龙，在外面辛辛苦苦找了一下午，结果在家的附近就有。我们降落，拿着我的长管步枪，装上麻醉镖，要小心点，不能再把他们打死了。哎呦，还想跑？他们两个分头跑，我只能追上一个了。小样，我已经看到你了，还想躲在石头后面？哎，杀手跑那儿去了？你还在回头看？我在这儿呢，哈哈。好了，这只打晕了，再找另外一只。另外一只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。来，先给这只喂上两个害鸟蛋，然后再到其他地方找找。哇，运气不错，又看到一只，不过好像是我看花眼了。这是双棘龙，它还想吃了我，去你的。那边有脚步声，听起来体型比较小，过去看看。啥也没有。哇，是切蛋龙，太好了，有两只，估计是一公一母。
OK， 打晕一只，再来，射击，竟然顶住了我一枪，还想跑？刚好还有两个蛋，喂给他们吃。驯服成功了。OK， 带回家。还有一只，就让林峰帮我叼回去。先放出来。火凤凰，过来。下这么大雨还在外面，不怕把你浇灭了？给你补充点能量。好了，再出去把我的雷龙和梁龙都放出来。恐狼们，我们的家庭又增加新成员了。南方巨兽龙就先留在我的低温舱，明天就随我一起到五号世界。它的咬合力非常强，甚至能将岩石巨人坚硬的外壳撕碎。星尾兽先收起来，带回五号世界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天我要好好的睡一觉，明天我就会返回五号世界，那里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着我完成。我要休息了，晚安，做个好梦。